推广台湾菜体的民俗文化。苗栗县政府就结合永田县起苗计划60创业，28、29也两届，我替同小镇慈孝乡来举办义村文化节。今日在县桥唱客民俗村头来表演，为发动参前团生，希望透过文化传承，文化多人来认识，看得到台湾民俗进化的村头文化。毛利县热情捧家的天津三太子，也是义工领衔的陈家长，一条传统义村对三步、面谱、独脚谱，同台湾的民间艺术都结合起来，做得讲起真正演绎出台湾庶民文化的表演艺术。他的动作呢，就是民族舞蹈，哦，他的很多的亮相的这个动作呢，其实就是雕刻艺术了哈。那还有呢，他身上所穿的衣服，这个是刺绣的，他的头盔这是民俗工艺，所以他是结合了很多的民间的艺术于一体的一种既是表演艺术，也是一种宗教的这个阵头。也是苗栗县政府配合同社永田乡起苗160创业，强化举办的平分义村文化节，邀请国内分义十八地方义村强化来参加，配合拍三对马尾坡游庄的发通，而展现出苗栗县传统文化的发力同魅力。这个活动的阵头里面，就通宵的部分是有大概有16到20个阵头。那北港朝天宫，因为它的神教来之后有千里眼、顺风耳。以及300多个一个随驾人员，阵容也是相当的庞大。连着六年的义村文化节，现场会安排义村文化展、韩国广场、希望大埔交流互通，让民众来了解义村文化的意思，符合甘肃台湾民俗尤其精神。下个节目用你了，免费报道。